咁而家咧，我哋就會去再操練呢個領敬拜或者係祈禱。咁其實咧，喺我呢個啊領敬拜同埋祈禱咧，個方式基本上係輕鬆得勝。係點樣樣咧？神幫緊我，神同我哋一齊，我哋可以攞好多幫助，我哋可以攞好多力量，我哋可以日日都得力嘅。所以我哋何必孭住重擔咧？所以喺我領敬拜嘅時候咧，就喺度帶領住大家，有時係指示性，有時係我自己做。指示性就係神家喺度，哇！神見到我哋都歡喜到不得了啊！即係神咧，而家見到我哋個個有心學習啦，哇！神開心到不得了，神一直笑出嚟嘅，哈哈！真係好，真係好啊！呢班弟兄姊妹真係好啦，神咧心裏面咧充滿喜樂。咁於是咧喺我個心裏面就話：我哋既然神咁歡喜我哋，我哋就享受神啦。嚟到一齊享受神，就係呢種咁樣嘅心態，就唔使要諗定我要講啲咩説話，而係喺嗰陣享受時候，神就會指示你講啲咩説話，即係指示你喺當時。譬如你可能就話，其實神會照顧我哋，我好似一個小孩子，小孩子唔使擔心爸爸媽媽會唔會照顧佢自己，佢一定有飯食嘅，佢唔會擔心嘅。同樣，神會照顧我哋，所以我哋咧可以好輕省嘅嚟到神面前。我哋嘅侍奉好輕省，我哋日常生活好輕省，我哋面對困難好輕省。嗱，我哋每一個都可以喺呢個狀態下，你試下喺呢一陣咧就享受神，所有重擔放低曬。啊，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咁啊，就係、是、一種咁樣嘅模式嘅領敬拜。咁我係嗱，大家可以喺不同嘅地方學領敬拜，但係我喺呢度咧，我就想帶領大家喺呢一種輕鬆得勝的敬拜方式，是一種享受神，沒有重擔，沒有煩惱，沒有誘怕，不緊要，不死得的狀態之下來到領敬拜，也都帶領大家一種享受。那我想有一個出來做先，然後接著就大家 分組去做。有誰願意出來做這種沒有誘怕，享受神，有神真好了。那你出來呢？出來呢就一樣很重要，真的呢就是隨著聖靈的帶領，聖靈一感動你，你講咩説話就講咩説話。我再提一下咧，就係喺領禱告或者敬拜嘅時候咧，係有一個主題。呢個主題可以喺敬拜不同嘅時間有不同嘅主題。而呢個主題我哋係要幫人進入。譬如話，如果我哋係全心感激神嘅，咁我哋讚美神嘅，我哋就去數算神嘅恩典啦，去幫大家去諗下神嘅恩典。我諗到，即總之用不同的方法幫人進入，不只是我們進入，不是就咁話哈利路亞，而是幫人 去感激神。咁嘅時候咧，即讓聽的人咧跟到我哋嗰個做法啦。譬如話，好啦，譬如而家呢一陣，我去帶領大家去感謝神，去感激神啦。主啊，我心裏面真係充滿對你的感激。每一樣你做喺我哋身上都係咁美好嘅，主，我哋多謝讚美你。神啊，你點樣拯救我哋？我諗翻嘅時候，我哋嘅心裏面都感激讚美你，因為你使用好多嘅人、不同嘅環境嚟到吸引我哋，以致我哋會信靠主耶穌。當我哋成長嘅時候，好多時我哋唔聽話，但你並冇放棄，你不斷咧用不同嘅人、不同嘅話語嚟到更新我哋，改變我哋，嚟到感動我哋，讓我哋願意跟從你嚟改變。你每日服侍我哋，我哋每一次祈禱，你都喺度服侍緊我哋。你永遠唔會不耐煩嘅，你永遠好有耐性咁樣喺度服侍緊我哋。而家都係服侍緊我哋，我哋嘅心裏面就充滿感激。我哋每一個人從心底處去感激我哋嘅主。主啊，我哋感激讚美你，我哋感激讚美你，我哋多謝你。多謝你，因為你充滿恩典，你不斷服侍我哋，你時時體恤我哋。神啊，你時時體恤我哋，而家你都係服侍緊我哋，時時幫緊我哋，愛住我哋，陪住我哋一齊。多謝主啊，我哋從心底處去感激你，心底處數算你嘅恩典，有你真好啊！哈利路亞，有耶穌真好啊！有耶穌真好啊！我一齊去講，有耶穌真好啊！你俾好多恩典俾我哋，哈利路亞，好多嘅恩典，你每日不斷服侍我哋，真係好啊！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
神的不同的恩典，总之用不同的言语让人能够跟到我进入。如果我就话感谢主啊，赞美主啊，啲人听到系有时会空泛嘅。咁我哋用不同嘅方法进入某一点，然后跟住我哋又迟啲又进入下一点，所以呢个系需要喺屋企操练嘅。但系你进入嘅时候有一种轻省嘅方法，点样轻省呢？喺个心里，神啊，我哋数算你恩典，真系觉得好有福啊！我哋真系好有福啊！多谢主啊！我哋真系非常有福噶！我哋从心底去感激赞美你。嗱，呢个就系我喺个灵。在我心灵里面回应了，当我想到神的恩典，或者想到神的同在、神的祝福、神的帮助，所有东西我都用我的整个心灵的回应了。所以那个人一定不会是石心，因为石心的人是回应不到的，是一定他里面的感情仍然是 很活跃的、很活泼的，那你就能够用他的感情和他的灵去回应了。那的时候灵敬拜就会是丰富的。不要只是悟性，有时有些人会这样领啊，神啊，多谢你，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创造我们，感谢你拯救我们，感谢你呢、帮助我们，感谢你跟我们一起，神啊，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，多谢主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这次我们勇士版方式其实都是好的，不过呢是一个是悟性为主，不是一个从灵发出的，从灵发出就会在里面涌流出一种感激啊！神啊，真的好多谢你，感谢你咁爱我哋，咁睇重我哋，就会在我哋嘅声音同埋喺我哋嘅感情里面显露出嚟，就唔单止系悟性啊！即系如果净系悟性嘅时候咧，系好难捉摸人嘅心，亦都自己唔系从心底处发出嚟，因为人唔系净有悟性噶嘛，系整个灵噶，所以你试下喺呢个敬拜嘅时候咧，尽量。不要只是思想，不是只是悟性，是整个心灵的回应。